好不好看？我好喜欢这个戒指。小姐，你是？何荣，我叫何荣。你好，能让我们看看那个戒指吗？当然可以。请，巴克利先生。你怎么会有我丈夫的戒指？你丈夫的？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们全都是贼，每一个都是贼。放开我！别跑！好，快抓住他！放开我！跟我们回警局去。反正他告诉我，如果不是在农区，那就去西区找一找。你花了多少钱买这本护照？Henderson 小姐，你为什么要诬赖我？告诉我，这枚戒指你是从哪偷来的？我没有。他没有偷，戒指是我送他的。我母亲有些激动，所以搞错了，她误以为这个戒指是我父亲的那枚。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，巴克利先生？是真的。好了，请你放了他，还有把他的护照跟戒指也还给他。没问题。谢谢。麻烦你了，小姐，真是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谁？ Eden Buckley， Richard Buckley 的儿子。Richard Buckley， R 跟 B。